心腹大幸福，带您认识环保之功谢林金枝。他今年已经高龄88岁了，而他每天穿梭大街小巷做回收，邻居都叫他地下里长，因为社区的环保他几乎是一手包办。啊，我大家伙火火啊，打来给你。哦，你们放下当下咩？咩啊？好，好行。安尼换，安尼丢，安尼，啊无安尼扛袂倒。上得去吗？哪里？哎，来看了，阿婆，再见。所以这嘛是你做回收的，会收好啊，对不对？嘿啊，拢嘛安尼，啊因拢嘛无，啊你买对，我讲我袂来扣回收。啊，就讲哦，你这地下你丢，啊开讲讲哦。好啦，别来啊！啊，我做回收吼，恁得爱出来做，吼，做回收袂歹，做回收趁功德。啊，就规路安尼一直行。嘿，啊，就直直行，规路直直直扣。有行安尼足远安尼，你行到这全部要10分钟哦。较紧啊，差不多半点钟。你是地下里长的，这里拢你管的，你管的比你长，哦，迄所在搁较宽呢。系啊，啊无你无出来，无安尼行，人迄个来带你开斋。几台啊？还两台呀啦。一台第三台啦。一台第三台呀啦。啊，这单嘛要搁派呀，你无看？啊，所以人搁存一台伫后边。搁存一台，捡一台，是啊，互我等下吼。这人是人好我，我讲啊，也会搭一个台走无歹，啊，一台。都要吃好的，啊！个冬天一个安尼，今日也是谁拢会烦恼啊？拢会烦恼，我行出去啦，还拢会烦恼，烦恼怎么老人啊？你看看大，啊！怎么因啊人啊车哦，你塞哦，唔比较早，唔是拢呼乒乒叫，但是啊，我安尼心情就错个，得多安尼用早唔就来得早呀，一到黄昏，一得来三桌。80外迄阵哦，我较远较济，我得赶。啊，我拢用行路的，我拢无得讲坐车，啊，拜托甲我载一个，我无。啊，那捡捡的，甲分分的，大家特别吃。啊，那迄个就来吃。有这个地无要捡嘛，无法度人捡。你嘛无法度人蹲，不捡哦。无迄个啦，袂清气呀。啊，你讲话怎么？在吃的东西都没很讨厌，很没意义。我们捡起的路也清气，人在走也没搭到，也没挤到。在地嘛。所以要继续做下去。继续做下去。加油。我若做100回，我就继续做下去。